我的收讯还是不合格，还是那么显眼。我后来去找过你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一直在部队。你骗我！我去找过你，他们说你走了，不问他们你去哪儿，谁都不肯说。他们不可能告诉你，我也不能告诉你。包括我吗？小小，我现在是军人。不用说了，其实这些都已经不重要。你是来找我的吗？ 你是来找武书记的漂亮女助教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这所大学虽然不大，可是成为名人的也没有几个。她就是其中一个，有绝世佳人的美貌，迅猛矫捷的身手，完美的结合在她一个人身上，而且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女军官。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助教，不应该成为名人吗？ 你承认了？啊！祝福你找到真爱。听到你说出这句话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恍若隔世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就像兄妹一样。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你会怎么生活。长大后你去参军，我就来读书。 离开你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本以为是爱情的东西，根本不是爱情；原本以为可以永远的事情，根本没有永远。我要结婚了！啊？什么？结婚？跟谁结婚啊？他。 反正不是你，你干嘛那么紧张？你还没大学毕业呢。你当兵当傻了吧？现在大学是可以结婚的。可是你还小，你了解他吗？我曾经以为我很了解你。其实这个世界上，谁又能真正了解谁呢？你走了，头也不回。我知道。 我永远失去你了。可是我的生活还是要继续。他对我又好，又成熟，又稳重，我没什么可挑剔的。小小，我还是觉得你有点太草率了。草率？不草率怎样？何晨光，你走了还会回来吗？流过的河水还会回头吗？逝去的光阴还会重现吗？ 永远都不会，所以你没有资格说我草率。对不起，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你说这句话。祝福我吧。 爱情也许在我心里还没有完全消亡，但愿它不会打扰你，但愿上帝保佑，另一个人会像我爱你一样的爱你。
晨光，再见。我不是你亲生儿子，我做错什么了？啊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你没有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对，我没错。那你到底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嗯？你留着到奶奶墓前说对不起去。她在去世的最后一刻，还在喊着你的名字。你那会儿去哪儿了？你到哪儿去了？你们就当我死了吧。那你还没有死呀？为什么还有脸到这儿来啊？啊？我什么我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还有脸站在我面前？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不该来。
我就不配做你的父亲。对对对，你是不配做我的父亲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别的小朋友小时候都有爸爸，我没有。别的同学开家长会的时候都会有爸爸去，而我没有。我当兵了，出去执行任务，别的战友都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告别，我连遗书我都不知道要留给谁。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事情我是跟你说不清楚的。王青山，我好像个孤儿，我就是个孤儿。我好像是觉得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，就只是因为你跟我说你说不清楚，只是因为你跟我说你不配做我爸爸。王青山，我恨你。我咬牙切齿的恨你，我发自内心的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对不起了，真的对不起。你要是觉得你真的对不起我，我麻烦你，像个男人一样，扛起你做父亲的责任，把我没有爸爸的日子还给我。爸，回家吧。我不管你曾经犯过多少错，我就是想让你回家。爸，爸，求你别再跑，你别再离开我，爸。爸，爸，爸，爸！都站好了，站好了，打起精神来，把衣服都整理整理。好了，升旗仪式现在开始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工作啊，一定要细致，不能跟昨天似的，这一点错那一点错，凑到一起就是大错，对不对？要让顾客找到家的感觉。好了，跟我一起做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
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？你好好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啊？哎呀，还是看你死。都怪你。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你给我站好了，一会儿再修理你。是。好了，我们接着来，跟我坐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哎，那你新兵是谁呀？崔鹏的对象吧？好像是啊，站的还挺规矩啊。 新兵嘛，还新鲜着呢，不奇怪。这样吧，你让翠芬休息几天，不用来上班了。啊，翠芬挺能干的呀，为什么你要解雇她？谁说我解雇她了？她对象请假来看她一次不容易，你让她在家休息几天吧。是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转告。哎，我们张总啊，真是菩萨心肠。以前我还以为……以为什么？啊。 不，我说错了，你看我这嘴，我……行了，你想说什么我还不知道。是是是，张总啊，明察秋毫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对翠芬网开一面呢，是因为她对象是个当兵的。你要是希望我对你也网开一面的话，你也去找个当兵的回来呀。哎，原来张总和当兵的这么有缘啊。 不许回头！哦，干得挺直的嘛。当过兵的到底是不一样啊。今天我要过一把首长的瘾。哎，你今天不上班了？张总啊，放了我三天的假。3天啊？啊！ 走，赶快票去。
陈光不在家，你看看，落了这么多的灰。哎，别擦了，白费劲儿。你再怎么写，陈光也不会回来。再说他现在用不着这个了。小韩子，从小就没离开过我，不怪你这个死老头子，非要同意他去当什么兵啊。 他在省城上大学多好啊，每个周末还能回来看看我们。那小肖也不至于跟他分手啊。小肖是个多好的孩子，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。你呀，真是的，孩子长大了，他想走自己的路，就得让他走，拴在自己身边的翅膀永远长不硬。 参军多好呢，嗯，部队里边锻炼锻炼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。这点都不明白，老糊涂了你。哎，陈光走了一年多了，你成天叨叨叨叨了365天了，烦不烦？啊，就你老情形，那你没事儿，就非得要从那个大门口过，出来进去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 你不就是想看看那些小当兵的给你巡巡军礼吗？切，我哪是这样？嗯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想陈光的时候，我就看看那些小伙子，我也想他。看看看看，哎，说露馅了吧？走了一年多了，我真是想让他穿上军装，给我敬个军礼。 不是在做梦吧？回来了，奶奶，看看你，我的好孩子，回来好，回来好，爷爷，这是我送给您的。 好好的喝一杯，不许拦着我。行，今天给你开戒，你不是就想喝那个茅台酒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啊，你是沾了你孙子的光了，你知道吗？平常我才不让你喝酒。走走走，做饭去。我来吧。走啊，你还会做饭。
主任，唐主任，怎么了？你的帽子忘拿了。谢谢。最近怎么了？精神恍惚的。没什么。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特战旅的车嘛。我先回去了。小唐主任，小唐主任，参谋长，有事儿吗？怎么，小唐主任不欢迎我？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你们军事游戏办的总顾问呢。今天我是来上班了，还生我的气？谈不上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唐，小唐，参谋长。如果有公事儿，请通过正式手续来找我。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谈公事，谈的是私事。我跟你之间没有什么私事，只有公事。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何晨光的事儿。那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我和他之间不会再见面了。胆小鬼！你也是经过风雨的人了，大小是个人物啊。我没想到你这么脆弱，这么胆小。我脆弱，我胆小。没错，就是你。你为什么不敢跟他见面？我还有什么脸见他？你为什么没脸见他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欺骗了他。我训练士兵，天天欺骗他们，我为什么敢见他们？你是他们的教员，是他们的上级，给他们出情况，本来就是你的工作。你不也是他们教员吗？你不是不明白，我和何晨光不一样。我们俩刚刚开始，你现在来跟我说这些，是想嘲笑我喜欢上一个列兵吗？他已经不是列兵了。何晨光提干的命令，军区已经批准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为他提干的事情来机关的，不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命令下达之日，何晨光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军官了，他和你一样，而且是全军区最年轻的中尉军官。我想你明白，他有这个资格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一个列兵。还是一个中尉，在我的眼里都是一样的。这有些事情啊，错过了他就回不来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推心置腹的跟你说句实话。感情这东西啊，它非常微妙，往往一瞬间呢，失去的和得到的就已经注定了。你装得很不在乎，其实你很在乎。你要是真的不在乎啊，你就不会这么愁眉不展的了。小唐，我年长你20岁，作为过来人呢，我想劝你不要自己耽搁自己啊。啊，笑话。谁不知道，特种部队范天雷参谋长是一个孑然一身、以部队为家的人。你这种冷血动物，还要教育我什么叫感情？我是冷血动物，我结过婚，不过10年前我又离婚了。是啊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你呀？而且我还有个孩子，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，他应该15岁。小唐，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好好聊聊。行。
简单呢，啊，学会包饺子了。您可不知道啊，我在炊事班帮厨的时候，那一包就是几千个。是吗？当然。我跟您说，我有一战友，二级厨师证，这脑子里面四五本菜谱，哪天我给您露一手。行啊，那他有时间，你跟你爷爷坐上一桌，让他开开心。他呀就爱喝两口。没问题，那满汉全席的能整一桌。哎呦，看你吹吧你。嗯，牛皮不是吹的。呵，这么能干呢你。火车也不是推的。哎呀，长大了，什么都会做了。参谋长，嗯，我为我刚才的话向您道歉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他们都说我是冷血动物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选择以特种部队为家，孑然一身。在年轻人眼里，我是怪老头。怪老头？啊。怪老头谈不上吧，不过倒像个怪大叔。大叔？嗯。好，大叔就大叔吧。你们年轻人的世界，我是不了解了。每个人呢，都有他的人生轨迹。我选择了特种部队，这是我的人生。但是我们特战旅的官兵，可都不是和尚，六根清净，他们也有爱情，有家庭，有老婆孩子。我恨我自己太不谨慎，把这种危险带到了家庭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对不起，如果您不愿意说的话，就当我没有问过。不不，我今天来就打算全部告诉你。20年的出生入死，对有些事情我都变得麻木了，包括对个人生死的理解。活着回来吧，算赚到；牺牲了呢，倒好像是应该的。我和我的战友，不畏生死，不畏危险，不畏痛苦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但是世人都有弱点。这越坚强的人呢，他的弱点就越脆弱。你的弱点就是你的家庭。我的爱人也是部队子女，他的父亲是我的老团长。在我提干以后，经过他父亲介绍，我们也是自由恋爱。当我调动工作到狼牙特战旅以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很快我们就有了我们的儿子奔奔。咱们去玩摩天轮，咱们去玩摩天轮去。你来等等我。
我们先给妈妈排队去啊。啊、哦，走。哎，你慢点，别摔着孩子。查不出什么眉毛，他们是职业的。哎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在搞你？我的仇家太多，谁都可能搞我。看来你确实得要小心点了。我倒无所谓，我就是担心他母子俩。我大爷，我是真后悔把他母子俩给曝光了。那倒没那么玄乎。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他想搞他也得掂量掂量。不会吧，在我们的地盘上还有人敢对我们动手？你说的没错，要是在我们自己地盘上想胡搞还得掂量掂量。但他不在国内，在国外。国外？我前妻是属于第一批下海，挣了些钱呢，想到国外去旅游。但你知道，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出去的。我探亲结束回部队后，他就带着儿子去国外旅游，在举目无亲的地方被境外敌对势力